家好，我是机智啤啤，我是知识宝宝。机智啤啤知识宝宝，呢度就是九龙湾嘅机电工程处总部啦，我哋一起去睇下呢度嘅机电梦飞翔展览馆啦。这个就是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的模型，我们可以找到大楼范围里面的节能设施。这个就是大家平时在电器产品上面见到的能源标签了。能源标签列出了产品的能源效益表现，现在有八种电器产品都必须附有能源标签的。我们可以揭起那块板，见到很多安全使用电器的提示。这一边是有关于气体燃料安全，其中气体燃料包括石油气、煤气和天然气的供应是受机电署的监管。知识宝宝，快点过来看看这个机电透视眼，有了这套系统，工作人员就好像有了透视眼一样，演讲厅里面的机电设备就可以一览无遗了。哇，好多警车和电单车维修，还有启德邮轮码头的项目里面，机电署包办了登船桥的设计到维修保养，等邮轮旅客可以安全地出入邮轮码头。体育馆和泳池都是机电署保养的，机电署会有专业的团队24小时为医院提供各类型的紧急机电服务。我们一起过来看看这部大电视，里面有些动画片段可以了解到机电署日常的工作和机电小知识，还有这个互动小贴士，机电知识 Q&A、 智能机电城和机智向前路几个互动小游戏，真是益智又多分啊。这个展览馆真是非常有趣啊，我们可以一边探索一边加深对能源科技和机电工程处工作的认识。